滚石群之外，我们其实更看重的是钟汉良先生一直保持的那种亲和力、健康、阳光的形象和精神。这种精神引领着我们粉丝群拥抱每一天的晨光。正如钟汉良先生是大家心中的小太阳一样，永远在发光，永远在为大家带来快乐幸福。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衷心祝愿小朋友们健康快乐成长。同时也为公港一号三奶打个广告，纯正的自由奶源，严格的检验标准，确保家人的每一口都是新鲜和健康。最后，我听说还从国内外专程飞来深圳参加我们活动的粉丝，在此我由衷的感谢身边和不远万里来到 KK1 参加我们本次主题活动的朋友，祝各位今天在 KK1 玩得开心快乐，将华侨城的晨光钟爱带回家。公港一号一心为你，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邱海正先生，好不好？我刚刚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激动，因为呢我做了这么多明星的见面会，我发现今天来到现场的粉丝好像是最阳光的哦。而且大家的这个反应啊、配合度，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保持这样的热情一起度过这个下午，好不好？在今天其实我得知我能够来主持这个活动的时候，内心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呢我觉得我们万众期待的共享一号的代言人钟汉良先生，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通的晨光，真的无论是偶像派的高颜值，对不对？我们还有实力派的高演技，对不对？我们钟汉良先生是不是很温柔？是。是不是很体贴？是不是很暖心？是。是不是最适合我们晨光？是。对，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的企业理念、跟我们的文化是不谋而合，所以呢，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共襄盛举，我觉得是非常的开心。那稍稍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今天呢，现场我会提问一些问题给钟汉良先生，那这些问题来自哪里呢？来自微博上的朋友们。来自实实在在的钟汉良的粉丝朋友们，那今天如果大家表现好的时候，我可能会抽取大家上来做多一轮游戏，好不好？好。那我们的礼物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大家要积极参与，好不好？好。而且呢，大家今天过六一节呢，我们一定要把今天的活动，包括我们的晨光，包括钟汉良一起发到微博去，我们把宣传做到最大，好不好？好。那在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就静静的这个拭目以待，我们等待我们的钟汉良先生出场，好不好？我们的粉丝有没有比较特别的方式，比如说某一首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迎接他出场，对吧？有没有？会不会很齐？因为今天呢，有很多的媒体朋友，包括我们很多这个自媒体的朋友，我们要不要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尤其是我们的钟汉良先生，也当作是给我们晨光的礼物，好不好？好，你要不要带头唱？好，要不然谁带头唱？来，举手来到台前，好不好？来，你来到台前。我们正在等待的时候，来听下来听钟汉良粉丝的给我们晨光的礼物，好吧？真的也是不怯场，我就上来了。哇，这就有一个不能见的了，我不认识谁。我们就像有一天我们都会了。哦，钟汉良。哦，钟汉良。钟汉良。钟汉良。旗下，旗下。等于说我们还不止一首，是不是？不是，齐齐的。
来来来来，我们好像有个 leader 发出了特别的邀请。你是说喊钟汉良三个字是不是？不唱歌是不是？是。那我们就大声的喊出钟汉良我爱你，钟汉良我爱你。钟汉良我爱你。等一下，谢谢你。谢谢你，我待会抽你上来做游戏。但是我觉得喊钟汉良我爱你不够，我想听到喊晨光我爱你，好不好？好不好？一二三，晨光我爱你，晨光我爱你，晨光我爱你。OK， 现在用最热情的掌声跟尖叫声，有请。好事多磨。这个时候呢，就是考验作为主持的12年的钟汉良先生。我们再稍稍等待一下钟汉良先生。我看到网上说早上天没亮就来了，好久不见各位，好久不见了，有多久了？好像有一个世纪这么久了。哇，因为一个不见如隔三秋哈，感觉好多秋过去了。对，太久不见了。耶，今天来到深圳看到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我真的挺久没有出席这么面对面的活动，是真的快有一个世纪这么久了，是是是，一种感觉好像又很陌生又很亲切，又但是又很熟悉，又很熟悉，对对对。因为我今天呢作为主持人来到这边，同时也是作为您的粉丝来到这边，我很负责的告诉大家讲一句话，钟汉良先生好帅哦，皮肤也太好了吧，肯定是喝我们晨光牛奶喝的对不对？不无关系。今天呢其实钟汉良先生来到现场会跟大家有很多的互动，那第一个呢非常重要的环节呢就是我们的启动仪式，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先把我们的启动台拿上来，我们先到侧台去稍稍跟大家聊一下天。钟汉良先生，其实这样好了，我们给钟汉良先生1分钟给他拍照，好不好？好。那咱们今天呢要邀请我们的 leader 上来呢，我们来进行今天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有请光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鸿先生，以及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晨光乳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邱海珍先生，还有我们晨光乳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黄鹤鸣先生，以及我们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常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的负责人安天禅女士，以及我们深圳广电集团的张勇先生，还有我们来自东莞阳通饮料贸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赖秀玲女士，还有我们来自晨光乳业有限公司的纪委书记谢义华先生。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李小姐把我们的 leader 带到他们的位置。今天除了是您的见面会之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发布会，期待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好，我们在安排位置的时候，我还想问一下小王哥，小王哥今天是六一节，对呀，六一节有什么样的话
要跟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说呢？当然是祝每一个小朋友儿童节快乐。这个时候呢，就要扣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其实这两天我从我的微博就收到了很多你们粉丝的提问，就最多的一条提问有二十几个人，就是钟汉良先生呢是怎么保持童颜不老？过儿童节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妙招告诉大家吗？因为我每天都过儿童节，哇！红心就有了不老的人，而且我常喝牛奶。哇，好，来，我们钟汉良先生有请您来到我们舞台中间的位置。那今天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合影一下好不好？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华侨城文化旅游节晨光旅游共享一号就爱有良心为你的中华男生的发布会，是我们今天很重要，就是我们共港一号的新品发布会。那要有请我们现场台上所有的 leader， 还有中华男先生一起把手到我们的启动台。但是我们大拇指先不按吗？来，领导来，请就等您了。我们现场的朋友，我们一起大喊五四三二一，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来，我们按下启动键。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呢，我们新品就已经跟大家见面了，我们现场也要灯亮了起来了，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除了这个动感一号全新系列动感三牛奶正式面世，那我们晨光牛奶除了在各大商场超市销售之外呢，还在京东、天猫、晨光牛奶、晨光轻生活两个公众号就有相关链接可以订购。这个时候有请我们的媒体朋友，我们先把今天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照片记录下来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一张大合照，我们靠近一点好不好？我们立在门靠近一点，有了更多的购买的渠道，大家可以足不出户都可以喝到新鲜有营养的好牛奶。谢谢我们的光临，谢谢我们晨光的所有领导朋友们。好，等一下，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的领导，我们再来调查一下，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发布了一起要喝一下牛奶，对不对？我们再叫回自己的位置。好，有请我们的李怡小姐，我们准备我们今天新鲜出炉的我们的新品，我们一起把牛奶喝一下好不好？来，这个也很特别，我觉得除了发布之外，我们今天呢也在全国的观众包括我们的媒体面前，我们把新鲜健康全部都喝下去，希望每个人呢跟我们的晨光牛奶都可以喝到新鲜健康，就像我们的钟汉良先生一样，每天都过儿童节，每天保持健康的心情。来，我们干杯，我们一起拍照吧。好，我们今天这么多粉丝来到现场，我们所有的嘉宾，我们转过身跟我们的粉丝来张合影，好不好？我们所有的嘉宾朋友，我们转过身，来，我们摄影师，现场的粉丝朋友们，把手举起来，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你，好不好？好，我们稍稍把我们的，好暖心啊，我们的小蛙哥，我们小蛙哥叫领导们，我们大家一起蹲下来，好让粉丝朋友们都可以露脸。来，我们大家把手都伸起来好不好？来，三二一，来，现场粉丝们尖叫声在哪里？谢谢我们所有的领导，也谢谢我们的小花哥。
哎，谢谢。我们等一下去吧。谢谢，谢谢。然后他已经把一整杯喝掉了。心里，对对对，来。今天的粉丝们都好棒哦，你们今天棒不棒？那我让小蛙哥单独跟你们拍一张大合照，好不好？来，我们还是在这里，来，我们摄影炫大哥来，拍一点，这张照片我们在微博上见，好不好？来，哇，前面站，前面都站起来了。大家把手举起来，把脸露出来。谢谢。谢谢谢谢高哥，高哥今天也是特地来赶到我们现场，来我们的麦克风。他好厉害哦，他刚刚上来帮忙热场，他喊他吗？他不是主持人，他是你的粉丝里面的一个代理的人物。对，那今天呢，刚刚讲到说我们的小蛙哥其实是特地赶过来，我特别想跟大家很想问一下小蛙哥，最近呢其实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呢？我刚刚杀青了一部，准备在10月11日杭州那个上演的东西。哦，它是黄金周。对，黄金周上演。叫做心理片，然后心理片名叫做解放了，解放了，一部战争片。哇，那我相信我们小蛙哥在战争年代的扮相一定很帅，对不对？就是灰头土脸。灰头土脸没有关系，每天喝我们的晨光牛奶，保持白回来。对，白回来，我们拍戏也很有动力，对不对？对，那其实我相信很多艺人朋友们在选择自己代言的产品的时候呢，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认真去体验我们产品的品质。那小蛙哥工作这么繁忙，对我们这个晨光动感一号这个品牌其实也有很多的了解，那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促成了我们这么长长联手的合作？对，就是要其实合作都是互相彼此要多了解，是，对，那我们也要了解这个晨光是啊。其实我早上就有去看上那个牧场。哦，今天去了牧场啊？对对对，去感受一下，原来这个牧场这么近。是，我想说会不会很远的地方才会到那个所谓的牛奶生产的地方？是，但是原来在住在城市附近，所以我就顺带的过去看了一下。哇！然后就在过程当中不断的了解，然后就是我们知道的晨光乳业，其实在1997年就成立了。是，已经给我们带来健康的信息，非常多年了。到现在其实是一个很有历史、很有故事的一个品牌。然后他们都坚持用高品质的优质的牛奶送到每一个家庭手上。是是是，我觉得我们的代言人今天讲的真的是非常好，对不对？对。而且我们现在呢，其实也有了更多的方式，可以包括刚刚跟大家报告了一下，包括我们的京东啊，我们的公众号都可以在家里足不出户就喝到跟周汉良先生一样他喜欢的晨光牛奶了，就可以跟你一样每天都过六一儿童节。以往就是晨光牛奶比较历史悠久，是，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工党一号呢，是，就是比较新的，是，就是在2017年才开始有跟大家见面。对对对，所以这个新品就让我去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是是，相信我们晨光呢会一直把很多的新鲜跟健康高品质的生活带给大家。那今天呢，周汉良先生来到现场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帮我们颁奖。哎，因为呢，我们今天将选出晨光一心为你做的征集活动当中呢，做过获票最高的6名幸运儿。那首先呢，我毛不停蹄哈，我先来宣布一下，我们3等奖的获奖是我们的郭晶，我们的刘丹伟，还有黄凤娇。我们有请这3位获奖者来。
好，我们的获奖的朋友们在哪里？比较害羞哈、啊。来了来了，哇，全场摇铃啊！来来来，我们来到台上来，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三等奖的三位获奖者们，你们将获得由晨光送出的三个月共党一号家庭订奶一份、纪念衫一件，还有包括我们共党一号纯牛奶两箱。那我们小蛙哥为他们颁一下三等奖，好不好？来，我们三等奖的这里面的礼品呢，就是非常的健康。好，来，我帮小蛙哥先收一下礼物。好，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是不是有三位获奖的朋友？先拍照，来，来一起。来，你是三等奖一起好不好？来来来，我们一次性完成。好，来，三二一，感谢你们的参与，非常恭喜你们获得我们今天的三等奖，恭喜我们的郭金、刘丹伟还有黄凤娇，谢谢。来来。来，来，哇！谢谢，小哥，欢迎您收一下，来，来，我们给粉丝颁奖啦！哇，小妹妹！哇！哇！好，哎，我们还有一位奖品得到了拥抱，觉得就满足了，但是不行，你要把我们晨光的礼品带回家。谢谢，谢谢小蛙哥。哇！丝毫不吝啬拥抱，好不好？来，我们二等奖马上给。好，我们的二等奖获奖者是王海鹏以及徐明慧，恭喜二位！来，恭喜二位获得我们晨光送出的六个月共享一号家庭订奶。一号礼包一份，以及我们共享一号纯牛奶两箱，我们有请二位。来，我们小蛙哥站在中间可以，好不好？来，三二一，来看我们中间的摄像机。好，我们来颁奖啦！礼物交到我们的粉丝手里，还有我们的牛奶。哎，很干脆哦。好，还有我们还有一位，就是我们这次本次征集活动人气最高者，就是我们的杨莹。哎，获得我们晨光送出的十二个月共享一套家庭订奶一份，还有我们的戴森吹风机一台，以及我们共享一套大礼包一份，还有共享一套纯牛奶两箱。谢谢。谢谢。哇！好，我觉得今天获奖的朋友们也都非常非常的用心，都给自己带来了，都给小蛙哥带来了礼物。小蛙哥已经满头大汗，我们拆散看来。好热，好热。我先跟大家报告，我今天现场的这个小蛙哥跟我们会有些这个互动的部分啊，刚刚是颁奖。接下来我们来做游戏，好不好？好。哎，接下来这个游戏呢，非常的为难主持人，因为呢，我这个游戏叫做一心相传。那我们晨光轻生活从这个公众号微信中抽了五名的幸运粉丝，那我们五名幸运粉丝 stand by 一下。我们幸运的粉丝呢，要跟庄太郎先生互动，猜我们晨光的产品名称。那我们这个很精彩耶，场内的粉丝嘉宾们，其中呢参与游戏的人要戴上耳机，由主持人用肢体描述告诉一位粉丝题目，
然后第一位粉丝听完之后，刚刚肢体动作描述给第二位粉丝，第一次传达到最后一位粉丝，所有的朋友们在讲出自己刚刚通过动作看到了什么答案，好不好？最近的就会胜出。对对对对，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要解放天性才可以完成。来，我们的粉丝上台好不好？在哪里？来，我们抽取的粉丝，来，今天都准备了礼物是不是？哇，还有鲜花，哇，好，哇哦。好，那我们需不需要准备耳机给到他们？好吧，来，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挡板。OK， 这有一个点在肢体位置，小蛙哥也在里面，我们待会看一下小蛙哥的肢体呈现，好不好？我说这个是点赞前几名还是随机抽的？就是其实后面的人只能看到前面一个人的动作，那至于这个动作是怎么样呢，就看我今天表现的如何啊。哎，你穿衬衣就行了呗。在 standby 了，对不对？哎，不是东哥猜吗？他不是正在最后吗？要戴上耳机，这样子听不到说话。要听得到啊？要我们假装听不到。大家把戏演出。好，我们的这个挡板放上来。用麦说话的。那我就不用麦说啊。好，第一题啊，非常的精彩。那从我这里演过去啊，你们猜到了不要告诉他，好吗？王牌对王牌。哇！真好奇。好，我要准备开始了。第一位朋友，你要看我。第一位朋友，你要先看我啊，赶紧转过来看我。是在泄露答案吗？这个是？没有。
好，我们来看看小蛙哥怎么传达给下一个。好，四个字。手。这个词应该是拿钱买晨光。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位，来有没有看到？不拿我，我不回来。太简单了，是不是？太简单了。好，我们另外一支麦克风给我一下。我们另外一支麦克风在哪？知道了哈，那我们接小安来。麦克风给到我一下，我们从第一个开始。你刚刚听到我的意思没有？听懂了。听懂了，我没有说话。OK， 你答案是什么？钟汉良与钟汉良。钟汉良与钟汉良，你听到的答案是什么？我听到的是钟汉良。说出那个字。他是七个字，他解读过多，可能我刚才动作有点多。我以为是钟爱爱你，差不多。来，你呢？一心爱你。哇，虽然没有对，但是也是。啊，来，那位朋友呢？但是我们成功的宝宝一心为你。好，那大家看一下我刚刚是怎么演的哈。第一个字是。这是钟柔，他没有演出来。这个是钟，对不对？第二个字是什么？爱。然后我们现在是买东西，口袋里什么钱？钱。然后我们下半段要回哪里？家。钟爱有家。好，但是每个人都有礼物，好不好？来，我们准备四个礼物。我们小蛙哥跟四位我们非常勇敢参与的朋友一起来个大合影，好不好？哇！哇！哇！大家脸上其实不是六一节的笑容，是情人节的笑容。我们来大合影啊！来，我们把公仔一号拎起来，好不好？来 ，Hello，Hello， 手累死。来，三。二一，谢谢，好，什么？没有，我们今天游戏就目前为止只有这一趴。那希望大家待会再勇敢的、努力的参与我们的游戏，好不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请钟汉良、小蛙哥，我们先到侧台休息一下，好不好？也是，来，掌声送给钟汉良先生，送给我们小蛙哥。再热烈一点好不好？谢谢。这个六一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彩啊！那接下来。